身材有道，致富从这里起步。大家好，我现在啊是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这座苗寨在当地鼎鼎有名，叫做沟滩苗寨。到这儿来呢，我可不是为了旅游来了，听说啊我们的主人公就在这里面呢，咱得进去找啊。不过看这个架势，苗家的蓝门酒是迎上了，我得喝酒啊。喝酒，喝酒！呀！呀！呀！呜！我已经喝多了，天哪，这酒是不能再喝了。哦，我都觉得自己喝的脸都红了。来吧，上哪坐一碗？哦，天哪，我不能再喝了。哎。这碗不是酒，这是鸡汤啊！哎，还挺好喝。哎，你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位男士来敬酒吗？因为他呀，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主人公，他的名字叫萧一红。萧一红，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依山靠水生态勤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年出栏裙子鸡20万只。裙子鸡？什么是裙子鸡呢？裙子鸡熬出的鸡汤为什么这么好喝呢？记者决定去一探究竟。说是从山下走到养鸡的地方只有500米，这500米把我走得气喘吁吁啊！终于见到传说中的裙子鸡了，看看，你注意到它的腿上有很长的毛，有点像穿了裙裤。这种鸡好像体型比较小，哎，可能跟散养也有关系。这个鸡说它有裙子，我看裙子在哪？啊，这个。哦，这个就是它的所谓裙子 这个所谓裙子其实就是腿毛呗。啊，腿毛啊，但是它这个腿毛的是长得，它这种像是个大羽毛。不是小绒毛不是小绒毛。现在年出栏20万只裙子鸡的萧一红，在当地早就是个名人。曾经他是当地的高考理科状元，有一个漂亮贤惠的妻子，聪明好学的儿子，拥有3家公司，分别做着装修、广告设计和电脑的生意，年收入几十万。那时候的萧一红可以说是过得风生水起，无忧无虑。当时的他认为人生最幸福无非也就是如此了。可是2006年的一次变故改变了这个家庭所有人的命运。我把公司全部卖掉了，啊，全部卖掉了，就因为我没有时间去打理，也没有时间，天天每天这个水钱就像流水这样花，都只有出没有进的，就生不如死了，看见好像是自己拖累了他们，这样心里很不舒服。在别人面前我是不会哭，但是一个人私下的时候还是有点累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原本幸福和乐的一个家变成了这个样子呢？原来萧一红的妻子韦秋玲在这一年患上了一种奇怪的病。疼的时候喝水都难受，喝下去这个胸口都很闷的。说是癌已经这个骨头转移到骨头上面去了。在疾病的折磨下，韦秋玲的身体迅速垮了。萧一红为了给妻子看病，卖掉了公司房产，儿子也放弃了出国的打算。看着人生中最爱的两个男人为自己放弃了事业、理想甚至未来，韦秋玲更加难过。但是他那个当时呢，就是只有40多斤，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只有40多斤像什么样啊，就是这是一个皮呀、啊，包住那个骨头的。然后，不是的，对我也好，对他们也好，对他们也是一种解脱，对我也是一种解脱。妻子的消极，事业的垮塌，生活的困难，压在了家里的顶梁柱萧一红的身上。他一面要四处求医问药，一面要四处举债借钱，又要摆出一副可靠的样子，让妻子安心。萧一红意识到，让自己最爱的女人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只有一个，那就是钱。最穷的时候，我的口袋里面是买一斤肉的钱都不够了。如何改变一贫如洗的状况？怎样才能让妻子不再担心后续治疗的费用？萧一红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啊，是融水县的四剑山林场。那周围呢全部都是原始森林啊，
从县城开车到这个地方大概需要3.5个小时的时间，一路上是坑坑洼洼，泥泞难行，所以林场里的人呢都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生活得非常的简单淳朴。那在2011年的一个晚上呢，这么一个安静的地方发生了一件事，把林场所有的人都惊醒了。那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那天晚上我看到有人叫电筒，还有人来偷东西。我先把钱看的剃头看了，哦，拿电筒给我看。你那过来的想偷东西的，拿电筒给我看来了，回来嘛，哦。村民们上山后抓到的小偷居然是老肖，难道这就是他想到的致富门路吗？深更半夜的，老肖跑到这大深山里到底是干什么来了呢？我们去抓起来都拿个手电筒在那啊，其他村民呢不明这个教理啊，那个我们毕竟是生人嘛，外人嘛，那狗也叫。因为这个当地呢，因为也经常发生这种情况，一个是去偷猎这个野生动物，也有人一个是呢去偷这个山上的这种木头啊，或者什么别人种有的经济作物啊，药材啊，也有这种情况发生。就是以为可能是不是有这些人过来了啊，就很多村民就过来了。广西融水是一个被大山环绕的县城，山上有很多的土特产，其中的土鸡甚至到了有钱也难买到的程度。就是我就找到这些在农贸市场里面啊卖这个鸡的这个商户，给他们了解啊，这种产品有没有这个消费者的需求，有没有消费的需求，有没有来问。他说很多很多来问，但是呢我们经常都找不到货，没有这个货供应。原来老肖发现在融水的市场上，土鸡价格高却货源不稳定。老肖的生意头脑告诉他，这是一个不可以错过的商机。他觉得养土鸡是他真正的致富道路。批量化生产是完完全全没有，啊，这样我们这个必须要加快时间做，怎么样？因为这个时代已经是快鱼吃慢鱼的年代了，不是大鱼吃小鱼的问题了。土鸡市场上少见，想找到养土鸡的农户就更难了。好不容易打听到有家养土鸡的，可是这种鸡野性极大，白天难觅踪影，所以只好等到晚上鸡在树上睡觉了才能来抓。这也就出现了之前被误认为是小偷的一幕。当时就决定要上这个项目，上这个东西呢就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鸡种怎么找啊。肖一红的计划是要在短时间内找到1000只鸡进行扩繁，抢占土鸡市场。可是他要找的这种土鸡本身孵化率和产蛋率就很低，又散落在深山老林的村寨中。融水县82%的土地面积都是这样的大山，山连山，绵延不绝，往往去一个村寨都需要花上1天1夜的时间。那段时间里，老肖每天不歇脚的奔波，可是一个月下来才找到3只。此时老肖感到他的养鸡计划碰到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难关。肖一红啊，想要扩繁，但是一个品种他想要扩繁的话，种群首先要大。肖一红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找到了3只种鸡，你说这群子鸡是难找哈，这也达不到他扩繁的目的啊，怎么办呢？接下来奇迹出现了，他一个月找到了3只，接下来的3个月里他找到了1000只。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他是怎么完成的呢？还是要靠我身边这个东西。怎么样师傅，上面情况如何？上面视线非常好啊，能放到好远的村庄。是吗？啊，太棒了。这个电线到处四通八达的，啊，这个没有路的地方，它也有电，啊，有电呢，但是它我们这个巡线工啊，这个电工啊，还有这个管理员，他都会到这个地方，他都会对当地很多东西，他就了解得很清楚。肖一红在寻找种鸡的过程中发现，无论再偏远的村寨，家家户户也都通了电。有电的地方就有这样的电线杆，那自然就会有电力部门的工人进行线路维修。这样一来，电力部门的工人不就是最好的情报人员吗？那时候我们就找到他电业公司的领导，他们也对我们很支持，
啊，就是发动他们这些巡线工啊，或者在下面乡下的各种这种电工啊，就告诉他们这个哪里发现有这种东西，就帮第一个呢，如果是方便的话，就帮我们直接买回来，我们再给钱给他们。第二个呢，如果不方便的话，告诉我们在哪里有啊，那我们就去那里拿，就是我们就不用盲目去，这今天去这里找，明天去那里找了。通过巡线工可以搜集到土鸡信息，肖一红受到了启发，他又找到了畜牧兽医局，因为各村都有畜牧兽医站，兽医也能搜集到土鸡的信息。他跟我讲了这个事情以后啊，我就是通过我们部门啊，我们有乡镇畜牧兽医站，还有村级动物防疫员，啊，加上我们涌水这个比较交通比较闭塞啊，外来的这个鸡种啊，破坏性不大，然后我叫他们按照这个鸡的这个外形啊，还有它个体啊，还有一些的形状啊，这些方面帮他收购这个种鸡。肖一红的这个想法很独特，这条寻找土鸡的捷径还真被他找对了。啊，这个节省我们很多时间，很多精力，这点我很感谢他们这个。后来，电工和兽医们陆续的传回发现了土鸡的消息。就这样，三个月后，肖一红真的就找到了1000只土鸡。哎，小贾，你看，哎，我们这个地方漂亮吗？非常的好看，就在这么一个漂亮的小山洼里头呢，就是肖总的育雏中心。那今天呢，我听说有一批小裙子鸡刚刚孵化出来，有小鸡雏可以看，我们一块儿去看看吧。好啊，好嘞好嘞，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哇，你看好可爱，会门一打开马上就看到了很多非常可爱的小鸡。哎，这只就特别好看，可是我有点不懂了，肖总，我见到的小鸡仔一般都是白色的或者是纯黄色的，就很好看。那咱们家的为什么这么花呢？啊，这就是我们土鸡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特色。哦，啊，这个呢，因为这个我们这个鸡啊，都是很土，它和外来的这个鸡种啊，没有杂交。啊，我们这个土的本身它的特色就这样。所以说现在我们这个都很难找了。您的意思就是很土的特色的，它很花，所以它土得很纯。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以前拍过野猪，那小野猪崽身上也都是花的，咱这小鸡身上也都是花的，说明它们也有一些野鸡的基因在。啊，对对对对对。老肖给他选育的这种广西的土鸡命名为裙子鸡，而且这一次老肖还真就押对了宝，裙子鸡一上市果然很受欢迎。是啊，我们经常来的。啊，为什么喜欢吃这个？这个鸡跟它其他鸡不一样的，它是裙子鸡，是山鸡，肉质真的吃起来它比较甜，还有呢，它那个皮下没有那层脂肪，我们就喜欢那种啊。第一批裙子鸡就让老肖赚到了30000元钱。看到销售这么好，老肖想要扩大养殖规模，但是在广西融水的大山里，最受制约的就是养鸡的场地。于是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很自然地出现在了老肖的脑海里。啊，农户呢，就是我们公司呢，就是一个呢提供种苗，一共提供饲料，啊，一个提供这个技术服务，还有一个按合同保价的收购。裙子鸡远在深山有人问，不愁销不出去，公司和农户的配合也相当的顺畅，你出钱来我出力，老肖带领着农户共同奔向了富裕的道路。现在我们是按斤论的，我们批发大概是在20到22块钱一斤，鸡一只大概是50多块钱。一只裙子鸡的销售价格在50元钱左右，肖一红的裙子鸡年出栏20多万只，年销售额可达1000万元。而裙子鸡的身价到了餐馆就又抬高了，尤其是做成鸡汤，甚至可以卖到将近200元一只，而且即使这么贵，仍然受到食客的追捧。从节目一开始啊，我就喝到了非常好喝的裙子鸡的鸡汤，我到现在是念念不忘。作为一个资深吃货，他的做法我怎能不学会去呢？哎，老肖，这个裙子鸡的鸡汤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这个鸡汤啊，嗯，要做起来很复杂，很复杂吧？很复杂吗？哎，我今天东西准备好了啊，我给你亲自做一下。好好好好，哎，正好学一下。哎，都有什么呢？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吧。好好好，一锅泉水煮的。啊，一锅泉水 啊，这是已经
把这个搞干净的，处理好的裙子鸡，裙子鸡那几块，这个意思吗？葱姜啊，这我当然认识了，两片姜，哎，一些葱白，对对对，这个盐吧，这是盐，很简单了，啊，这个呢是我们自己一会儿吃的时候蘸料，啊，一点蘸料，这我明白。好，那操作吧，好嘞，水开了啊。我先放葱姜啊，蒜白啊，姜片啊，然后是把鸡肉放进去，还别说，您这个制作方法还真是复杂呀。你发现了吗？这碗汤煮了那么长时间，一只鸡没什么油，这是跟这个鸡的本身特点有关系，很少有脂肪，是吧？啊，这是我们鸡的特色。嗯。怎么样？味道怎么样？果然很棒啊！就是我那天喝的那个特别鲜、特别鲜、特别好喝的鸡汤。不知道煮这么短的时间，肉怎么样，熟了没？哎呀，看这肉就很好啊！你看，已经煮的差不多，没完全已经煮熟了的样子。嗯，那咬到嘴里咯吱作响，它是很脆很弹牙那种吃法。而且你们这个鸡，它皮好好吃啊，嗯，一咬特别脆，嗯，有一种很特殊的青姜，一点那个腥味都没有，估计是和它的脂肪少有关系啊，对，没什么腥味，特别有那种清香的味道。这而且我告诉你们，到了融水一定不能放过当地的吃法，看，嗯，蘸上这个辣椒蘸水，嗯，再来一口，嗯，好香，好好吃。眼看着老肖的养鸡事业蒸蒸日上，一家人稳步迈向富裕的生活，治疗费用有了保证，妻子韦秋玲的病情也趋于稳定。刚开始呢，就是不能躺在床上的，后来可以坐轮椅了，坐轮椅后来拄拐杖了，拄拐杖后来可以慢慢走了。按理说，老肖一家人应该是终于可以摆脱苦海，重新拾回往日幸福生活了。可是此时这个家里有一个人看着这一切，心里反而有些不是滋味。这个人就是老肖的儿子肖伟。在我的眼里呢，他就是一个标准的宅男。其实肖一红并不了解儿子的内心。肖伟毕业后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来照顾母亲，他觉得父亲每天在外忙碌挣钱养家很辛苦，于是他和父亲有了一次促膝长谈。可让人意外的是，这次谈话后两个人的关系反而更加紧张了。这爷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看他忙里忙外的，觉得比较辛苦。 那时候我就说要不我帮他一下。肖维大学学的就是动物科学，多年来看着父亲一个人为了这个家庭奔波，肖维就提出和父亲共同养鸡，自己也正好可以学有所用。可没想到却被老肖一口拒绝了。那当时我就很坚定地告诉他，我说这个事情不行啊，学的也是这方面的，你不说认同我，你先给我做一下。哎，他做都不让我做。如此一来，肖维赌气决定自己另起炉灶养香鸭。广西融水香鸭顾名思义就产于广西融水，是当地自繁自养形成的一个地方家禽品种，耐粗饲，体型小，皮下脂肪少，无腥膻味，鸭肉中含有一种特殊的香气，故名香鸭。后期了以后呢，我就想，哎，你不让我做，我偷偷做行了吧。肖维决定自己悄悄地养融水香鸭，一定要做出点成绩来改变父亲对自己的看法。可是近些年来纯正的融水香鸭越来越少见，于是肖维就效仿父亲几近深山找来了纯正的香鸭种鸭，开始了自己的养鸭事业。不过现实总是残酷的，第一批鸭子就让肖维吃尽了苦头。肖维找来好品种的融水香鸭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扩繁，可是鸭蛋的孵化率却一直很低。书也翻了，资料也查了，
后面还是不知道它为什么孵化率那么低。肖伟百思不得其解，他所有的程序都是按照标准来做的呀，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呢？经过多次跟村寨里的养鸭人沟通后，他才得知香鸭和普通的白鸭还是有区别的。香鸭的孵化要求温度偏低，湿度偏高，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区别导致的后果却极为重大。书本上的知识呢和现实的还是有挺大差距的，实践出真理吧。肖维的香鸭终于养大了。当肖维把父亲带到了养鸭基地之后，面对着茁壮成长的香鸭，肖一红陷入了沉思。虽然做的不是很理想，还有很多这个很有很多缺陷的地方，不完整的不完满的地方，但是他做了这个事，这个头已经开了。哎呀，我感觉到一个是很欣慰，另一个呢，对自己呢也是一种震动啊。但是最后面呢，我们还是说尊重孩子的选择吧。父子两人冰释前嫌，一家人也终于又找回了往日的欢乐。肖维的香鸭养殖越来越红火，三个月就挣到了2万元钱，这对于他来说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鼓励。接下来肖维也像父亲一样搞起了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可是没想到就因为这样让肖维又一次地碰到了一个大难题，还因此遭到了父亲的训斥。一天，肖维的一个养鸭农户如期送来了养成的香鸭，按照约定肖维支付了每只鸭子4元钱的饲养费用，农户很高兴地又带走了第二批小香鸭。可是几天之后，农户就气愤地回来找到了肖维。拉回来以后呢，第二天就发现了问题，接连的都是有死亡的，每一天都有。原来农户带回的第二批小香鸭回去之后就开始陆续死亡，农户自然觉得是肖维这次给的鸭子有问题。就想，哎，我给别人的鸭苗都好好的，哎，怎么就你的死了呢？哎，是不是你那里的环境啊，或者是什么别的，你自己有问题啊？父亲肖一红得知此事后，很严肃地跟肖维谈了话。第一个呢，我告诉他，这个虽然是我们从分析来说，是养父做的没有到位，但是这个本质的根源还是我们公司管理不到位的问题，我们对养护培训不够啊，才造成今天这个局面。父亲的一番话给肖维当头一棒，他立刻赶到了农户家中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鸭苗的死亡是因为农户在第一批鸭子出栏之后没有对养殖场进行彻底消毒导致的。后来呢，我考虑到人家也是我们的养护，也不能这么让人家干亏了，后来我决定就说再送他一批鸭苗。肖维的这一举动深深地打动了当地的农户，于是有更多的人找上门来，加入到了肖维的养鸭队伍。现如今父子俩齐上阵，一个养鸡一个养鸭，事业是越做越大。看过今天的节目啊，可能很多人会对老肖产生这样一个印象，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情有义的男人，在家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能够挺身而出，作为家庭的顶梁柱呢，尽一个男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但是通过两天的接触呢，我对老肖留下的印象，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快乐非常阳光的人，即使家庭面临这样的困难，他仍然能够非常积极向上的心态来面对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我想这也是他最终获得成功的原因。好了，养殖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感谢收看本期的生态有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